我去洗澡，你等我啊，好，等我啊。就洗洗拜拜，洗香肠啊。洗香肠，洗拜拜。和老婆分居半个月，突然叫她回房睡，她会怎么样？月月月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干什么？走到屋里睡去，我床都铺好了。屋里睡干嘛？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块睡吗？哎呀，我原谅你了，夫妻吵架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原谅你了，不生气了。哎呦，我天天都搁下面等你，你都不来找我。走走走，床都铺好了。床铺好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走走走。快快快，上床上床上床！哎、我今天刚换的被单，还喷的香水呢。换的？喷的香水，你闻闻。嗯，喷香的。不舒服。捂捂啊，捂暖和的啊，捂好啊。你睡那么湿，你睡哪？我睡，我等一会。你上来。我等一会再上去，你先睡。啊，你干嘛？我洗个澡。我得洗个澡，洗澡呗。我去洗澡，你可等我啊、哦！好，等我啊、哦！就洗洗拜拜，洗香肠啊！洗香肠，洗香肠！你别笑，哎，还是这床舒服。我这要转眼的原因，还是离不开我。想我的，哎呦，舒服，等着他。喂，乖，睡着了该？睡跟猪一样的。月啊，有人啊！起来起来起来！我洗澡洗那么长时间了，我都睡着了。下来下来下来吧，上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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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干嘛？你下来你下来！哎呀，我洗好了，睡觉了。你下来吧。我下哪去啊？时间不早了，该睡觉了呀。我睡哪？睡沙发嘛。那你上让我上来干什么的啊？上来捂被窝的嘛，热气被跑着了。你让我上来，你捂被窝的人，你光半天你哄我闹，谁让我来你捂被窝的？啊，你有病啊？那我之前不也天天给你捂吗？你给我捂一下怎么的？你不是脑，你怎么脑有病？脑有病，你脑子不好使吧？啊，光半天我自作多情，我搁这等你等半天，你让我给你捂被，你让我给你捂被窝，你让我给你捂被窝，可是的啊？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？老动手，你问一下怎么的？你干嘛？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全给你弄掉，我捂的我就不给你。凉啊！啊，你有病啊！我不是等半天，我你搞这一桌啊？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好不容易捂的热气，你别给我放掉了。一天不打你屁啊！我揍你啊！我给你啊！从你以后，你求我。再求我喂，我都不会上来给你一块睡的。滚，滚，滚！我怎么睡啊？有病呸！这我怎么睡呀、啊？这，哎呀！